最近一直没有金光，那就快来吸下我气。每当我这个音乐响起，你们应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。700多的回声，好的，接下来直接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金光。一发没有，发没有，哎呦哈，哎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啊，金光。非得氪金是不是？谁？是什么？还不错，哎，至少这起码不是重复的。佣兵的失明，哎呀，好日子。保底出的，保底出的也是保底，也是金光，好吧？什么叫做保底出的金光就不是金光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哎呦，千万不要给我金皮，我有压力，千万不要给我金皮。保底？谁说的？啥？我刚说什么来着？哎呀 ，nice！ 看来这个赛季就有必要玩一下先知了。这个皮肤我还是很喜欢的。一发，哎，不需多言，直接一发，好吗？必须换上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！别吸我，欧姐，别给我吸走了，你们再给我吸跑了，可咋整？